我还是要坚守岗位了。雷波上面的跑者走了，这个球往三垒传，结果没有接到。哇，现在站起来还要闯本垒，这个球往本垒这边传慢了。二垒上的跑者王胜伟，这个球上到了三垒之后再回来得分，这个球呢传三垒这边啊没有接到。王胜伟跑回球队的第九分，记录上面呢要给一个失误啊。这球出棒，结果中间方向又传出去，又是一支安打。哇，今天张志豪啊是猛打赏了。二垒上的跑者跑回本垒攻下分数。五局的上半，哦，兄弟象队呢又是要吃大局了。对，一场比赛哦，两个大局，那就很可怕了。